氣啦。天文台預測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雨。星期五的氣温介乎在16至20度。今次新聞報道完啦，再會。填入心湖嗰种流动，唔是梦，而系生活化。今届奥斯卡大赢家，荣获7项大奖，包括最佳导演、山迪拿布洛、佐治古尼，挑战视觉同想象极限，引力边缘。而且就啱啱节目播放，登入 PeopleExpress.com 即时开奖啦！欢迎光临人生改造社。你呢度点买点啊？我哋会专门帮各位大女由头到脚，由内到外重新改造，务求令佢哋变为完美女性。啲姐姐又真系差咗啲咯。我哋嘅课程包括修身、行山、礼仪、美容，甚至有型男导师第一身恋爱指导。家园唔少的重新包装，打造令男人一眼心动的外表。我哋呢度主要由仁青国民妹妹嘅我负责。真系越睇越靓啊！喺上年仲啱啱荣获 KBS 演技大奖，实力绝对值得信赖。当然少得其他最佳导师，包括赵正淑先生同李美淑小姐。究竟几时有得睇啊？最佳李淳信，星期一至五，当剧二台。Movie Movie 三月焦点导演，国际影坛最瞩目的日本当代导演之一，视之如王，以细腻自然的日常光影，盛在生命中的繁花绽放。下一站天国，谁知赤字心，援交女郎，还生家之美。焦点导演视之如王，三月只在 Movie Movie。立即订购，即有机会获得 Vanity Case 一个，数量有限，请即申请。眼前最大嘅半价组合优惠，一姐揿红掣就话要半价$29，睇晒 Fox Channel 同亚摩嗰台嘅精彩节目，仲快啲揿掣。背向蓝天，远眺大海，处身白色小屋，怀抱地中海风情，享受白色嘅纯净与宁静，分享海景，共拥日落，尽情俯览清晨与黄昏嘅华丽景致。密切留意星期四晚9:30，台湾民俗二。美国调查员根据引擎数据估计，客机失去联络之后仲飞了4小时，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否认。凡是有利于香港繁荣的事，我们都会去做。过去是这样，今后还会是这样。总理李克强说，中央会继续支持香港。乘住內地經濟發展，香港有近水樓台優勢。通訊辦再駁斥香港電視，說防止違規發放信號應該是營辦商的責任。